陈晓东今日去山城电台宣传新歌《烧光了火柴》。最近天气热到爆，东东竟然着皮褛现身，使唔使咁型先？酷热警告啊！最近系咯，你因为我系怕室内嗰啲空嗰啲冷气嘅，因为有时我哋去到室内啊，呢啲电台啊、电视台啊呢啲咧，室内嗰啲冷气咧话冻到好似雪房咁样，系啦，咁所以我就攞件褛披下啫。呢位型巴早排就特登翻咗北京，同宝伴女食好西庆祝生日啦，真系24孝爸爸。前嗰排咧，我就系去拍 MV， 因为其实咧仲有新歌嚟紧嘅，咁然之后就翻屋企几日咯，因为女女啱生日 ，book 咗个咖啡即系 coffee shop，book 咗 coffee shop， 然后即系蛋糕啦，都系嗰啲啦，系啦，买啲咩礼物？好簡單嘅毛毛公仔，咁就滿足啦。係啊，喺宣傳新歌期間，原來東東嘅公公過咗身，佢話而家仲平復緊心情。外公係上一個月，因為 Covid 係啦，咁就係咯，不幸就即係離開咗我哋。咁所以其實成個宣傳期，今次我都係自己一邊平復個心情啦，另一邊就係、是。即係保持一個輕鬆啲嘅心態，去完成今次新歌嘅宣傳咯。咁前嗰幾日就啱啱即係完成咗所有嘅儀式，即係傷感啦。咁啊，大外公佢本身佢都係即係年紀算係好高噶啦，都95歲啦。咁所以對於身體如果外來咧有啲咩病啊，佢真係好容易會受到打擊咯。我中谷咧都係 check 咗自己係咪兩條線先，即係有咩即係如果有特效藥喺身邊嘅朋友，最好食咗先。你之前有冇中過？喂，有係啊，冇話俾你聽啫。間唔中會有少少咁即係咁頭暈，但係咧我喉嚨完全冇事喎，唔係完全冇事，但係我因為我試過去錄音室唱歌啦。有些唱不上去是的，但是呢我沒有那些戒喉那些，是的。講到 Coco 李玟早前離世，東東都覺得很惋惜。我跟他不多合作，但是我當然很熟悉 他所有在工作上面的東西，私底下就 不是很多合作。以前出國語歌的時候台灣經常會碰到，但私底下我們本身不是經常會 有聯繫那些，很突然、好突然，即係覺得可惜咯。希望大家都好好珍惜現在，同注重身體健康啦。請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頻道，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啦。